两万那路是你院吗？还想收费？那你家的门儿，那是俺那是消防通道。我跟你说吧，那上面没有画消防通道的印儿，可是啊，那是个停车位。报错了，俺挂的停车位。你仔细画了吗？他们来的工作人员看着也挺无奈的，应该是不是头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吧？然后他拉着大妈意思说多少钱，然后我付给你。